韩星王小明常常会在社群平台和粉丝分享生活近况。最近他在微博晒出多张美食照片，发文写道：“其实我们山东除了淄博烧烤好吃之外，我老家青岛的烧烤也很不错。”接着他表示要说话算数，所以必须要带根红夫妇一起来吃顿好吃的青岛宵夜。他晒出多张和刘根红夫妻一起在餐厅内大吃美食的照片，每一张照片都散发温馨欢乐的气氛。其中有一张照片，两人还拿瓶子互相碰撞，做出干杯的动作。有趣的是，黄晓明虽然很开心可以和好友一起去吃美食大餐，但是他也在贴文中调侃自己都去直呼今天这操算是白跳了，幽默贴文直接逗了大批粉丝啊。Bye.